过冬时如何保持身体健康？当天气变冷时，我们在室内度过的时间会更多，这意味着我们将更有可能被传染上重感冒和其他的病毒，例如感染上新冠病毒和流感病毒。请记住。您有可能被多次感染上新冠病毒。在这个冬天，为了您尽可能的保持身体健康，您现在可以打新冠病毒的加强针和预防流感的疫苗针。这对于患重病、高风险的人来讲尤其重要。请与您的医生、诊所。药房或您过去曾经打过新冠病毒疫苗针的地方联系，预约打针时间。您也可以拨打电话802-985-3106，联系 AALV，或拨打电话802-655-1963，联系佛蒙特州。难民项目办公室获得更多的信息。